快过年了，基隆就业中心特地举办名家挥毫赠春联的活动，邀请基隆市新文艺学会理事长张玉珍以及徐正泰和李银章老师等人现场挥毫写下金兔年各种祝福开运春联，送给来到就业中心求职找工作的民众，祝福求职民众都能够开运找到好工作。过年将近，那基隆就业中心呢，今天特别邀请了我们新文艺学会的几位老师到我们基隆就业中心现场挥毫。那这个挥毫的这些春联呢，其实我们就是要送给我们所有的求职者。好，那当他们可以拿到大师加持过的这些祝福呢，我相信在新的一年里面，他们可以找到更好的工作，也找到更适合自己的工作。书法名家写的各式各样恭贺兔年新年的春联，让民众爱不释手，更有民众听到书法大师们现场挥毫，特地登门前来求墨宝，而不是来求职找工作，也让就业中心洋溢农历过年欢喜的气氛。记者吴俊松，基隆报道。